我母亲以前还可以活动，这三年来跌倒一次才软弱。 一二三，啊，谢好心。跌倒了就是大小便不会通，那去了成都生医院，啊，2个礼拜回来，过啊，装一个啊，那个小便袋。 叹气了，为什么跌倒一次就这样？现在他耳朵比较聋啊，不是有时候收得到，有时候讲就听得不大清楚。那上个月我跟他申请一个耳机啊。 跌倒之前就会走动了，会自己去厕所，会在后面后门坐，跟那我隔壁那马来人讲话，这样他也可以洗衣服，啊，那跌倒就软弱了。 哦，我就要跟他整理好坐这个轮椅咯，推他去医院咯。起来，没打鼾啊，没。我不打鼾啊，走廊的啦。起来，啊，起来。这绣花先到来，来，这绣花，啊。 那是去医院，陈祖生呢，很幸运了。有些人跌倒一次要中风骨折啊，你他现在还可以起来吃，只是脚没有力，里面多多没有骨折没有裂，你算很幸运了，这样。 将来啊，没有了，就是过现在了。将来就这样一天过一天呐，哦，将来也不就是照顾我妈妈是这样啦，哦。